估下呢部系咩机？咩机嚟噶？大家觉得？呢部系 new iPad。The new iPad。是去年的 new iPad 定今年的 new iPad 啊？2012年的 new iPad。咁咪即系 iPad third generation 第三代。第三代。第三代系最强劲系咩啊 ？Retina display。Retina display 对咩人最有用啊？对 water 最有用啊！对咩人都有用。对 water 最有用噶。想买嘅人有用咯。系。嗱嗱，咁我哋要打开佢咯，打开佢就要解开噶啦。拍紧啦，嗱我。咦，你嚟讲下呢部机点样嚟先？呢部动力来力噶喎，冇机点样嚟啊？拆装嚟噶。总之神秘啦，天跌落嚟噶。天跌落嚟。从前有一日。阿 Candy 喺條街度行落嚟，咁就無端端撲咗件嘢，就碌咗部嘢出嚟啦。好啦好啦，廢話講完，開機嚟。喂，冇 cut 下，戒爛隻手指啊！我咁樣搞法，唔係啩？哇！真係戒爛手指。好啦，得，唔使嚟粗暴地，我嗱粗暴地扯開佢。一二十，好粗暴啊！你梗系啦，使乜斯文啫？興奮啊嘛！俾你打開佢，俾你打開佢。嚟啦！撇開佢 ，iPad One。地心吸力似乎唔係好弱喎。一、二、三。哇！手震啊！手震啊！手震啊！掹佢上嚟，剝咗。手震啊！手震啊！剝咗佢件衫，粗暴啲。剝咗啊！我唔係好捨得剝佢喎。係咪剝得啊？剝得㗎，剝得㗎，剝啦，一二三，我哋要買翻個保護貼俾佢啊，遲啲。噔，背翻，攞個背脊先。噔。喂，係咪重壞嘅 tool 啊？咦？你鬥下先。其實真係唔係好重，有人搶，有人零點零幾兩，有人搶啦，已經搶零點零，有人搶啦。哇！好，我頭示範開關掣，開關掣。右上角冇電，唔係啩？有蘋果啦，出咗個蘋果啦。蘋果。不如係趁呢個時間，我介紹 VoiceOver 功能。攞部 iPad 都拼埋，有大家拼唔爭再拼多個 iPad One 啦咁樣。其實大家咁我好洗牌咁樣洗啦，用洗咁樣。其實又換咗佢，大家抽一隻。咁樣抽一隻，咁其實大家知唔知道？咁樣敲嘅。大家知唔知道邊部係打邊部咧？即係除咗個保護貼，仲有一部，仲有一部，三部啊！三代同堂啊！係啊！不如擺翻開嘅先。哇哇！唔緊要，呢個係我嘅。係咪大家爭啲唔發覺呢部係 iPad 2咧？不如我揾啲嘢接住佢啦，係咯係咯，咁咩啊？我揾個呢個綁住佢，因為俾物主見到真係心痛死佢。好 ，Water， 麻煩你同我哋示範開啟 VoiceOver 嘅功能啦，一部新機。咦？而家咪開咗咧？係啊，開咗啦。哇 ！iPad 啊！嗱，如果你好耐唔喐佢，係咪會提你點樣開 VoiceOver 嘅？你覺得係唔會咯？我覺得會喎。好啊，就大家等下啦。但係係咪要開咗一下先？而家佢。有咩？有反應咩？個 screen 熄咗兩次啦，已經。係啊，佢應該會熄過噶咯喎，就等啦。但係新機我記得係好。但我覺得係自己。我最記得就係冇自己開，就咁開咯。哦，三下好嘢。電腦就有，電腦就有。然後之後咧就人手撳三下開 VoiceOver。喂，有冇 screen 凹咗？勁咧！講國際話嚟。國際話唔知咩話，係第一個問題就會問你用咩話。等陣，我頭可唔可以撳三隻手指撳三下 turn off 咗個 screen 又示範俾我哋睇點樣 setting 啊？我未必得噶，係試下有冇呢個功能啊？而家得喎，得喎，哇好驚其實我覺得我未試過噶。咦 ，selected 繁體中文喎，有冇咁即係冇問題啦？未有廣東話噶。未有廣東話嘅 ，British English 咯，可以用英文咯。我哋用international 嘅係嘛？繁體中文。繁體啊！繁體啊嘛。有啊。用係咪用手用繁體先？繁體先啦。Next 啦。Alert, unpronounceable.
講咩啊 ？Unpronounceable 哎呀，好唔開心啊，好唔開心啊！做咩事啊？啱啱 check 咗 email 啊，我抽唔中啲 iPad 啊！哦，九點鐘之前，喂，好驚喎！救命啊！我啲普通話好普通嘅啫，大佬。唔係用繁體中文。繁體佢都係用講國語嘅。标题，下一步，动态显示的世界地图，已选取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，显示更多选项。喂，已经香港特别行政区啱啦。下一步，按钮。你又知揿嗰个掣嘅？呢個純粹我太勁啦，好難教，因為永遠下一步，永遠因為我 iPad 第二代即係 iPad 2都係喺嗰個位噶嘛。下一步，定位服務。耶、yeah, ，出翻嚟啦！你個廣東話，佢講完啦，你唔好太大聲先。停用定位服務，分九，什麼是定位服務？停用體育定位服務，分九。已選取睇電池電力87%。咦？打斷啦喎！下一步，分九。WiFi 網路，上一步，當無線啦。WiFi 網路，標題。一個啫喎，死啦！我對對唔住。O、okay, K， 你照影睇下會影到啲乜？唔得，我要多啲面孔先得。較少面孔，面孔兩個面孔。哎，兩個啦。一個面孔。哎呀。較少面孔。較少。兩個面孔。兩個。兩個面拍攝照。兩個面孔。要三個人喎。咦？睇下先。睇下先，係咪真係兩個面孔咧？點睇啊？好。下，接拍。你話要去翻 home screen 係，或者你去睇下嗰個張相啊，大家呢度啊，呢度啊，師兄，係相片，哇，又真係幾靚喎，係啊，有幾多個面孔啊？喂，三個面孔啦，有不百係，覺得有個唔係人，冚下我啦，我戴粗框眼鏡，人，所以係邊個嚟㗎？我攞去。潘少聰講下先，好驚喎！嚟呢個都係哇！所以咧證明咗話咧可以幫到我哋影相噶，但係少咗用咯。哦，要減，要加一。哦。哦。OK。好啦，我哋開心玩完。耶！好多謝。